cannot recall when I felt like this. 每次分就是走这根线的这个中间三次。它听见一样的吗？那扎方巾的。哎，可以扎一口锅的形状出来。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就是吊船露营。如果你选择的营地并不是特别好的话，到达不了自己设想的一个营地，基本上就在天幕下面。对，你把吊船最后拆了以后，最后再收一个天幕，就不要翻了啊，拉一下吊船的侧边，让人先坐起来，坐起来同时把脚放下。然后我的这个要求非常简单，就是模拟在雨天很大的情况下。一开始，立了。天不圆，不行了，太近了。拿不拿成绩不重要，不是给你们看的，看不见在上面，你们这么远火星看得见。奖品是什么东西啊？锯子吧。这边上加上锯，这边要不然这边没了。面包，一二三，走。是吗？就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跟2021年的今天，跟各位再一次相聚。